大家好，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我是童文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来谈谈最近的石斑鱼之乱哈，我们来谈谈 ECFA 的问题。然后节目进来之前呢，我们来回答观众的这个提问啊，就是有人对于这个滤水的净水的这个设备呢很有兴趣哈，就是 JCR 这个分离子能量产生器，它就是有一个专利技术。那这个水呢，在进入这个龙头哈，我们请导播进来这个图片哈，它这个龙头的这个水出来的时候呢，它会被因为它这个专利技术嘛哈，都没有办法讲，它里面可以把水分子就细化了。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当你的水分子细化之后呢，它可以产生更好的一个清洁的能力，然后它可以把，如果你是放在厨房，是使用厨房的这个水龙头哦，它可以让你已经氧化的苹果切开来，已经氧化的苹果，它可以让它还原哦。那我讲一讲这个莲蓬头哈，洗澡这个经验，洗头发的经验。我最近特别觉得就是说，哎，头发特别蓬。好像发量变多了，头发特别蓬，就是因为使用这个莲蓬头来洗头。那我一开始还没有警觉到说我不可以用这么多的洗发精啊，那我就用原来的量。好，然后抹的时候呢，就抹在头皮哈，也抹在发尾，然后就发现说，哇，洗完之后呢，我必须要用很多的这个润发乳哦，才能够让非常蓬的这个头发那个比较这个服帖一点。那所以我后来就是怎么做呢，我现在洗头发其实都非常的省这些清洁剂，就是我洗头发的时候就把洗发乳用比较少的量，那我就专注的怎么样清洗头皮，让头皮更健康。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要保持这个发量，不要说年纪越来越大头发越来越少，你要保持这个发量一个很关键就是要把头皮的清洁工作要做到，保护好头皮，保护好你的这个毛囊健康，那可能一个毛囊就不止一根头发，有时候两根，有时候三根，那你头发越浓密就是你的毛囊能够产生的头发越多嘛，你把它保护好，事实上就不会有这么多掉发的烦恼。那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莲蓬头，非常的好用，你用过之后应该就回不去了。那最好的好处是它不用换滤芯，没有换滤芯更换滤芯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小石头挡住了，堵住了它的出水口，你只要把它解下来，然后把石头冲洗掉之后再把它转回去，那事实上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这是台湾制造，虽然说它的制造的过程是台厂在中国，这个是在原产地标示上面是写中国，也要跟大家解释的。因为我们当时做 VTW 这个商城呢，就我们那时候就接着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 Made in Taiwan， 这是我们的坚持，第二个就是台商的器作，不管是食物还是说是工厂都必须要是支持 VTW。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进来就是来讲这个 ECFA 的问题哦。我其实之前有一个福伦社友，他在台东养石斑鱼，然后他是最早把龙虎斑可以商业化的商品化的，然后当时有中国有很多的人来跟他讲说，哦，给你这个免费的场地，然后你只要把技术带过来那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赚钱一只鱼苗就可以卖多少钱这样子。他那时候不为所动，没有去哦。可是当他孵出来这些苗呢，很多人他便宜卖给台湾的买家，就这些人并没有自己去养鱼哦，而是直接就转手就把它卖掉，就卖到中国去哦。所以其实在马英九的时代，这个 ECFA 的早收的清单确实是有石斑鱼。可是这一次中国跟台湾有关于石斑鱼的这个问题呢，究竟出在哪里？以中国的说法是说验出来有药物残留。那其实我们长期也知道，就是说你鱼温的养殖呢，有没有药物的残留呢？有一种鱼叫做蜗蚁哈，蜗蚁很好吃，可是我养鱼的朋友就跟我讲说，除非是野生的蜗蚁
不然的话要吃，因为翁阿姨所用的这个药物很多种，这个是我听来的，我并没有去查证。那所以有人就警告说，翁阿姨可能是中国会再下手的下一个对象，就是翁阿姨的这个进口。好，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口水战了。为什么是口水战呢？就是因为马英九就被绿营的人指责说，都是马英九的错啦，你当时 ECFA 呢早收清单放了10班，结果现在技术移转之后呢，中国就想方设法来刁难你，现在他们可以去抢占这个国际的市场啊，中国市场也都不给你了，所以就禁止你进口。好，那这是真相吗？那马英九遇到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时候，好，大家质疑他说，哎，马英九，这是你的责任。那马英九说，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坏，我做了这么坏的事情，那蔡总统在做什么呢？蔡英文应该就把他怎么样，就取消这个 ECFA 啊，把这个事情结束掉啊，你为什么不结束掉呢？好，他就四两拨千斤，把这个球呢踢回了蔡英文的院子里。那我们其实应该要回头来看这个事情，就是 ECFA 是马英九的问题，还是蔡英文的问题，还是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问题？我们就来看 ECFA 他当时是怎么弄下来的。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萧万长，所以我认为所有事情的始作俑者在萧万长。那萧万长他真的懂贸易吗？他真的懂欧盟吗？还是他只是拿了一个大标题之后就来糊弄大家？我认为萧万长对于台湾的前途跟台湾的历史，他是要负非常大的责任。好，第一个，我们现在台湾在国际上的名字是什么？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台湾，所以造成一种混淆，我们的国家的名称到底是什么？名称这件事情是人家可以识别你、辨别你是谁呀？所以记不记得几年前越南的暴动的问题？本来是要针对中国的，结果很多台商受害，工厂也被抢了，也被烧了。那就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不是中国，我们还是台湾嘛。那所以国际现在承认台湾的名称，唯一一个合法的名称是什么？就是我们加入 WTO 的时候使用的什么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而这个东西谁弄出来呢？就是萧万长。然后提议的人是谁呢？蔡英文，他们合作弄出来的。蔡英文他的小英基金会第一场演讲找谁来演讲？萧万长。蔡英文他之前我们说他违法兼职，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开幕酒会，以及签了一个什么美国的一个大案子的一个合作，他们请来的嘉宾是谁呢？萧万长。所以你要知道蔡英文跟萧万长的关系，你就把它说成师徒的关系，最紧密的师徒关系都不为过哈。那好，他们两个共同弄出来这个东西，我认为都是有人说我，有长辈说我不会骂人哈，就是你就是四平八稳的讲一件事情，陈述事实你可以，可是你不会骂人哈。我就是要怎么骂人呢？说他这个指鹿为马是不是骂人哈？我们要讲萧万长他混淆了一个欧盟的经验。最早他在讲两岸共同市场的时候，他自己 不管是演讲还是说他有一个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网站，他都是这么说的。他讲欧盟的经验呢，就是欧盟各国啊，然后讲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啊同文同种，姑且不论什么叫做同文同种了哈，我们就以同文同种来对比欧盟的经验。欧盟这些人是同文同种吗？绝对不是。讲不一样的语言呢，我们今天讲卢森堡哈，卢森堡他的国民不多，然后他招募公民的时候呢，到世界各地去找一流人才，各个领域的一流人才，然后招募公民。那所以他要拿到这个绿卡是还蛮容易的，但是如果要成为公民的话呢，就要考试。那请问要考什么？要考三种语言，好的，还有法文、德文。那光是法文、德文，你就要花多少时间、精神才有办法把它读通哈？所以他们从来不是同文同种，每一个国家所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利时，有很多人那个英文是之六的，可是他们自己的语言
他们有一任的总统在就职典礼的时候讲英文啊，就被攻击的体无完肤的，所以根本就不是同文同种形成欧盟。那欧盟的经验是什么呢？有几个基础的背景哈。第一个，欧盟经验一定是立基于什么？他们都是民主国家，对不对？然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要遵守合约啊，贸易行为啊，有共同的价值观。再来呢，跟同盟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他们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敌对的意识，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敌对的关系。所以他们为什么加入欧盟，把自己的一部分的国家主权交出去？什么主权呢？第一个，货币的主权，就是你不在这个印制自己的钞票嘛，对不对？就使用这个欧盟的统一的这个货币啦，哈。然后你把军事的主权也交出去，所以你不再有自己的军队，你要跟欧盟的最后的决议一起行动。好，那所以它所有的基础是什么？所有的基础为什么可以形成共同市场？为什么可以形成欧盟？是在一个和平、安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那我们跟中共有这样的基础吗？有吗？我们来走一遍。第一个，他们的两边的经济的实力要差不多。比如说我们从国民所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个人的 GDP， 好，那你的国民所得相近吗？不相近，差很多。中共有钱的人很有钱，没有钱的人没有钱。所以平均起来，他们到现在说，本来是说要这个要什么时间，2020年就要破万嘛，$10,000的平均国民所得，那做不到嘛，哈。那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差距啊，记得吗？就是瑞士当时就是拒绝加入欧盟，这一次的乌克兰战役之后啊，他们有一些想法改变了。为什么瑞士当时他们自己的公投就是拒绝加入欧盟呢？他一直是一个中立国，是因为啊，瑞士的基本所得高于欧盟的平均，那所以瑞士的人民认为说，我一旦加入欧盟的话，我的所得跟我的收入可能会变少啊，我的整个福利可能会没有我现在好，那我为什么要加入欧盟？所以国民所得要接近这件事情是一个必要的要素。好，再来，你的价值观要一样。你信不信仰我们今天签了一个合约要履行合约？以中共来说，他们常常签一个合约又是参考用的，这个有太多的历史的教训跟事实哈。所以这个不是我们随便糊弄说说的哈，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包括现在他签的这个联合国的国际海洋法公约，签完了条文也不去看，然后直接说台湾海峡是怎么样，内海是中国的领海，这依据从哪里来？那还有人跳出来说还有200海里经济海域啊。那我们导播其实也讲过了，这个他的国中的这个公民课就已经讲过了。什么叫经济海域？经济海域就是说你没有管辖权，船舶跟航空器都可以自由的这个行动，你没有管辖权，你只是有一个优先说我可以有经济海域，我可以在这边捕鱼，如此而已。所以领海是领海，公海是公海，领海以外的都是公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则。去查条文嘛，不用说什么用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在那边糊弄人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所有的问题就是法治还没有真正的建立。我们不是凭感觉来说话，要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去把答案找出来。那现在其实很容易啊，有时候你拿着手机问 Siri 就可以啦，他就会告诉你答案啊。为什么不去问问你有智能的手机，可是你可能99%的功能都还没有去使用到它。好，所以我们讲萧万长他跟蔡英文呢，事实上要对台湾的现在跟中国的这些贸易的问题呢，要负绝大的责任。那只是 ECFA 是签署在马英九时代，当时还是萧万长领军啊，他是副总统啊，
所以谁应该要负责任？从头到尾蔡英文都有责任。那到了今天，你今天对于一个对你有军事企图、有侵略企图的一个主权，然后你说我们搁置政治的问题，我们只谈经济，这是一种愚民的两岸共同市场，这是一种愚民的 ECFA。 所以 ECFA 现在其实呢，在上次的太阳花这个运动之后，确实我们挡住了服贸的这一块，可是它还继续在运行呢。那当时演讲、造势、游行，然后人民火大，蔡英文信誓旦旦说 ECFA 应该要废除，就大家手上呢仍然保留。我们就想要问他为什么。这并不是说马英九说你们去问蔡英文啊，因为马英九手上通过这个东西嘛，马英九当然有责任，可是马英九也没有说错，去问蔡英文啊，既然这东西这么烂这么坏，你为什么不把它废除掉？所以马归蔡随，我们这双英总统啊崩解了台湾的主体价值，你从来没有为台湾想，连一个适当的名字都没有给台湾。我们现在被搞成是叫做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这是去主权化的一个名称啊。问题有多严重？还有人说哎呀，我不懂经济，我不懂国际贸易，这个局势就是这样子，好，就是只能用这个名字。真的吗？你连试都没有试。要知道当时蔡英文做提议，然后在报纸上写说什么领先中共加入 GATT 的办法，他去跟中共的驻 WTO 的入会的这个最高法律顾问去讨论过了，人家建议他说我们就是去主权化，用台澎金马独立关税领域就可以加入了。你如果连这篇报纸的投书都没看过，你不要说谁懂还不懂 GATT 或 WTO。 关键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政策的东西，你拿去报纸投书，跟中共眉来眼去的告诉他先泄题给人家，然后最后让台湾去主权化，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1990年。1990年是什么时间啊？前一年就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那时候中共只剩最后一口气，他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情况之下，谁给他补了一口气，渡气给他啊，就是现在的蔡英文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看清楚国际局势，这是基本常识，虽然媒体不告诉你，但是我们在书上写得非常清楚了哈。那也是因为这个石斑鱼的事件，所以我们再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一遍。 ECFA 这个问题，马英九、蔡英文双英总统应该要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下一集见。
喝纯净咖啡，听最真诚的声音，口感香醇，把人生的甘甜酸苦完美搭配，跟人生和解，跟自己和解，纯净咖啡让心灵纯净，支持 we.tw 喝好咖啡。像风，灰色的天空，偶尔飘着轻轻的风，无声绽放的玫瑰，日与夜穿过门缝凋零无梦，不认识过去，对未来不懂，身困局，该挣扎还是顺从？干涩的眼，很久没有泪水包容。老巷子里的书信，也早已尘封。重逢，呼唤的传说，千年后依然在心中。失去野心的力量，声音在风中空洞，悲伤与共。不再有梦，我们犯的错都相同，苍白人同温层，我是童文勋。